苗阜微博截图，10月26日，相声演员苗阜发文呛声郭德纲，因涉及两人收徒弟纠纷以及在西安的生意纠纷，他喊话郭德纲出来给个解释。苗阜还晒出德云社当年深陷田野风波时轻举社力挺的截图，痛感情之深恨之切，希望对身边的人好点。轻举社昔日发文，苗阜微博全文如下：我最大的毛病是欺负我可以，别欺负这个团体。轻举社2017年建设，如今三个剧场，每周28场演出，风雨不断。德云社出事时，我绝对以绝无二意以助之，因缘拉太远，没有必要加入德云联盟，实际推辞了，日后确实也没有实际作用。德云受制裁当天，轻举社以全国唯一社团表达以螳臂之威，蝼蚁之力，愿与德云诸君共赴时间。后来德纲师哥介绍自己一个名叫马赫奇的徒弟来我这儿，我应了，干了2年，我以最高工资给的。2年后马告诉我他师父收徒请假，我说好啊，我给了礼钱让帮我带到，然后马赫奇就再也没有回来。直到当地媒体问我郭老师弟子来西安开店是不是西安的相声春天，我说谁啊，他说马赫奇，我去送了花篮祝贺了一下。后来不到一个月马赫奇店关门，然后我给德纲电话就不听了，亲热的骂声就不停了。世上的事你们不知道凭什么骂我，我等着德纲给我个解释，我电话没变。苗阜在发微博，随后苗阜还发文，相声界一直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，我就这个了，哎，怎么着怎么着我也不惹，惹了这回我就毫不留情。对此有媒体联系到德云社，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出的定价比轻举社要低，影响了轻举社的生意。媒体试图联系苗阜本人，对方不做回应，而苗阜助理则表示对此事并不知情，与马赫奇也并不熟悉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吗？点击屏幕上的关注，每天给你带来最新鲜劲爆的娱乐资讯哦。下期节目见，么么哒。